巴达来比母亲，母亲只生了我的身，当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们近200年来的历史的必然的选择，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，到今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这一个理论的提出，可以清晰地看出我们悠久的历史又是各个民族共同书写的。中央民族大学应该成为全国56个民族团结的榜样，希望我们党能够更加强大，更加健康，向前发展，把我们的国家呢建设得更好，给全体人民造福。听党话，感党恩，跟党走，按照4个共同、9个坚持来要求自己，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、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。1943年的10月。就在我们脚下这个宁静的村庄，当时晋察冀边区的深山浓荫处，北京房山霞云岭塘上村，一名刚刚入党只有半年的共产党员，以他19岁特有的才华和热情，谱写出了超越时代的不朽颂歌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这是亿万劳苦大众的心声，这是中国人对于自己正确选择的政治宣言，这是一个民族对他的先锋队的爱的表达，这是历史对未来最长情的告白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新中国，嘿嘿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嘿嘿，共产党是党为民族，共产党哪里新旧中国，它指明了人民解放的道路，解放的道路领导中国走向光明，走向光明，抗战8年多，它改善了人民生活，它建设了帝后根据地，它实施了民主好处多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。